比如在几个月前，台湾有某一家企业公司，他工厂很大，这些龙虾龙虾前三顺向是望山又望向，那因为缺水这是一个螃蟹摩蟹蟹，你同学哈，你摩蟹龙虾有几只哈？龙虾几只？哈？龙虾有几只哈？你同学这吃拢无算几只哦？啊，吃都袂有啊！我刚看到这个宝蟹的哈，我来讲，你东西贵贵卡，一个我唔知，马上打电话给台中某一家海鲜店啦，卡在你问个头家讲，东西贵卡，伊嘛唔知啦。我这紧来去，你也起来算啦，几只虾？你世间啪啪做，有几个先生？十二个先生就十二只虾啦。好，这个天哪，天哪，足趣味的啦！所以。我讲这是龙虾出海，个东西旺啊，所以个公司在盖的时啊，我讲你这条啊，但最不要去甲龙虾得嘞，这就是咱学到趋吉避凶的妙。各位微信贤士，各位书房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千变万化风水学的真理就是天理，这个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一定爱把这些道理风水千变万化，呼吸之间也是风水风水就是天理，若是我们违背了天理，就是逆天走亡；相对的，违背了风水学的法则，就是逆天走亡走亡就是无亡，就是无起来就对了，不一定死掉了啦。那这只龙虾蟹，龙虾，这龙虾呢？顺向加重的罪来好宝地因为今年五六月份台湾比较缺水嘛所以老板呐马西就对职业事业很尽心尽责，所以他就去要他的员工赶快准备二十个水桶，大水桶的水塔五吨的，摆在后边规抓啦。摆一只嘞，原来公司业绩很好业绩很好嘞，这摆嘞嘞，哗，160，跌到成80。81、82，那老板就来找老祖啦，那安尼哈，老祖还是说你个龙虾，必上山下水，龙虾嘞，你后边，你不会个等嘞，
水甲断嘞，就是上山下水，水里龙笋上山，山上龙笋下水，笋丁会损财，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那么这个局呢，我们画给各位看，前山巽象。八一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前三巽象啊，这个嘞，七入中，七顺行逆行。是天连啊，天连啊，阳数是顺或者逆，逆两，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啦，八百是旺的相，相星。三星呢，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望山望向啊，这里摸黑就是两只脚好几家往的望山望向啊，望山望向，所以事业的主就说呢，但是呢，你把这个水神掉到后面来，你个对的，所以摸黑。这是啥？很巧呀！你买个地呢？摸黑买个，原来是安尼出出来，你个地呢？惊到人揪起来巧了呀！所以你股票会下滑，股票会跌了哟。吼、哦，又师傅那遐厉害哈、啊，没师傅厉害。你违背了风水的法则。而且这是天机密，然后问了怎么办？好，我那你，那么你这水，给你切掉去，捞掉去，先捞，啊，先捞掉嘞吼，回去那一天晚上就叫侬捞捞掉，结果遐师傅遐个薄虾，满三缸才捞。啊，龙虾煞还袂活起来，龙虾尾要救掉呢。哦，我这今日个漏掉了呢，啊，就小可龙虾尾就快去跌了呢，就个跳起来啊，啊，跳起来了呢，咱就云梦山法会，啊，头家去云梦山呢，我安那，伊讲是奇怪师傅，那还无动作，我你。汤你也无提掉啊，水捞掉汤爱提掉，汤提掉去嘞，吼龙虾才无负担啊，所以他舒服啊。那么这一卡两万五呢？哦，二十汤安偌济？五十万啊！我们提输到要提到一无有穷啦，无提来寄你一间大学，互你寄啦，还互你寄。哦，你若要卖我一卡，要卖人万五块，啊，你才卖我啦嘿。你讲师傅，我知影啦，我送你啦，送多少啦？
为有花香，我哈个股票若我跳起来吼，我都有够本啊啦。哦，啊，但是师叫遐师傅水电师傅，迄个时阵啊，大家当时无闲啊，啊拖要到几个月咧，才甲伊趁去啊上已经大学去啦。哈，这是一爬起来，这是爬起来，就是回起来啦。啊，回迄个起来，总趁摕掉了以后，拿掉以后咧，还要100日以后。这就是变起来，所以最近有啦，有滴滴起来啦。叫师傅，哦，那遐厉害哈、啊！吼、哦，以前你有甲其他大师学过，拢足好诶。但是这个法门，天下间无人好学啦。哦，那只有老祖有这法门。啊、哦，好啦，啊，我们来正式来参与易经大学来学这法。好、哦，你这边学法，这边做生意，哎呀，利人又利天呢。所以上山下水，你若家己厝上山下水，做危险的，望山望将，想好啊，我后壁咧，都要来冲一个水池啊，做咧，鞋啊很巧呀，啊巧不过起来咧，哇嘿嘿哦，啊个养这尾鞋啊，那是无简单呢。哦，所以要有法，要有法，希望。